何猷启在2020年宣布同齐娇离婚，结束了短短两年的婚姻关系。他们在离婚之后，两个女儿就跟着妈妈回去内地生活，而已经有两年没更新 IG 的齐娇日前就上载了同两个女儿的温馨近照，还用英文写着话：我的两位小模特儿。相入面齐娇和女女一起穿着黄色的旗袍，并且在豪宅入面的镜头自拍，大女就戴着皇冠兼嘟嘴，摆出可爱的表情，细女就戴着太阳眼镜和冷帽。虽然两个女女都年纪轻轻，不过都懂摆不同的 pose 影相，包括交叉脚和叉腰等等，不少网民都留言大赞，她们非常可爱。